张峰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，无非也是四处逃窜的鼠辈罢了。等开封府在飞凤楼大闹一场，皇上什么时候下旨查办，我就什么时候带你回来。你也太小看开封府了吧？不好对付呀，所以我才把他们引到飞凤楼。宁王那边呢，也会有人去打点。请问，还会有谁来救你？ 哎，怎么这么快就放风回来了？嗯，小区有危险，你快去告诉宁王。 喂，把我师妹放了。五哥，拦我？凭你？哼，那就试试看呗。五哥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小七，你放心吧，有你五哥在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不行，五哥。 什么人呐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好好的。不行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真没事儿。哎，怎么了？我饿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吓死我了。哎呦，吃饭吧，好不好？啊？哎呦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小七，他没事吧？没事。带走。 解药拿。之前每次都为你们解了，所以这次发了点功，此毒无人能解。展大人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一刀杀了我。